科技是我们的力量，人文是我们的灵魂。只有将二者结合，我们才能真正迈向发展与进步。大家好，这里是 Anita， 欢迎来到我的 Web3 Talk Show。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 Web3 的首个 AI 搜索引擎 A.dot 的创始人韦，一起来聊一聊 AI 与 Web3 如何结合。注意，以下内容仅作为对谈环节，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我其实跟韦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今年年初在香港的 Web3 峰会上，当时的 A.dot 它还是没有到现在的一个直接可以使用的比较完善的搜索引擎的一个程度，对吧？对对对，去年还在做一些底层的工作，像一些底层的技术啊，索引数据这些东西。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作为我们说是首款的 AI 型的Web3 的搜索引擎，那它跟现在市面上其他的一些现有 GPT，或者是说也有一些在 Web3 赛道的一些GPT 吧，类似于像我记得 Polygon Copilot，还有像一些可能更垂直的，也有一些小的工具，像那个 Q&A 3。那咱们的 A.dot 可能跟其他产品的差异，或者它的明确点、明确赛道是在哪里呢？对，几个点。第一个点，我们是产品层面，我们是打造基于Web3 数据的搜索引擎，而且是通用型的搜索引擎，意味着它可以覆盖 Web3 的任何数据，就不管你是想搜链上的这种 case，想看这种交易型的数据，链上数据，还是想看这种去中心化存储里面的数据，就是比如说看 Web3 的社交，看 Web3 的这个游戏里面数据等等，或者是想看一些分布在中心化服务器上的东西，比如说 Dune 的 Dashboard 呀，然后想看这种新闻等等，我们都可以搜到。所以它不局限于某一个 use case，像很多比如 Web3 的搜索引擎，他们都在做我们叫垂类搜索引擎，就针对某一类 use case 往下再去做深入。就这个区别，就有点像在 Web 二世界里面的谷歌是做通用搜索引擎，就我们就在做这一类。然后还有一些人在做垂类搜索引擎，比如说你像携程或者是美国的 Kayak，他们就在做机票、酒店，它其实也是某种类型的垂类搜索引擎的搜索引擎，不过它是垂类的。但还有一些竞品，就是在 Web 二世界里，有一些人包括 Newbin 也是在做说，我基于搜索跟 AI 去结合，这样的话，解决的问题就是能解决 AI，就是 ChatGPT 它本身大模型它的幻觉问题，因为你也不知道它是综合哪些数据给你的最后的一个回答，它也不可以溯源，它就不是 reliable 的，而且它不实时的。像这些现在行业的共识就是说，只有通过搜索引擎跟 AI 结合，才能去打造一款就是既是实时的又是可靠的这种 AI 的这种数据，这种搜索引擎或者 AI 的工具。所以我们做的就是这条思路，就是说基于搜索引擎的准确的结果，然后再结合 AI 的，就是用户可读性比较强的这种总结性的结果，打造一款 AI 结合搜索的搜索引擎。当然，我们是把它用在 Web 三，相当于针对 Web 三 use case 会做各种优化，会集合更多 Web 三的这种就是它更用户更加喜欢用的功能。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因为我们也考虑到观众可能对一些科技方面不是很懂，我们可以先一一解释一下。刚刚你讲到的是咱们 A.dot 做的是一个通用模型，那还有你类比了这个赛道里边的其他的一些竞品，他们可能是一个垂直类的。这方面你可以从算法，包括那个人力，再到后面的成本以及它覆盖的一个面，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吗？两方的差异。我先说一下垂类搜索引擎，就垂类搜索引擎，因为在互联网早期时候，其实有很多垂类搜索引擎，比如专门搜电商的，专门搜博客的，然后还有专门搜视频的等等。然后他们，或者当然后来还有就是搜机票、搜酒店的，这些都是叫垂类搜索引擎。然后它的核心的相当于是壁垒，就是说我针对于这个固定的 use case，我需要拿的数据足够质量足够好，而且做的用户体验足够深，比如说就还是拿 Web 二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就你在携程上订机票，或者是在美国的，比如说 Expedia 啊，或者说 Kayak 上面搜酒店、搜机票，那其实它就是需要拿到非常实时性的数据。其实对G9这块来说，它就要做非常实时性要非常好，因为不能说，哎，我在你这看机票，你给我选一个最便宜，但我进去看之后，这个机票变得很贵，这其实是不好的。所以，针对每个，这是针对不同行业，但是它重要性，大家可能重点不一样。但比如说，针对基酒这种实时性就要做得很好，然后，而且你的基酒的这个在当地的这种资源要足够多，所以你在基酒这个行业覆盖度也要广一些。这是一方面，就是数据类型的东西。第二就是说，
其实这种垂类搜索，你还要做得深的话，你还需要把很多功能都加上。比如说你在 Kayak 或在携程上，你只让它搜索出来酒店那不行，你还得在上面能订，对吧？你还得能订酒店或者是直接订机票。然后，并且这些机票和酒店有问题之后，你还得能给用户去有客服，然后还能退票等等。所以这些就相当于是它针对这一垂类，它要把整个所有的这种功能啊，整合得很好，而且做得足够深。这其实垂类搜索引擎的一个特点，然后就像而且很多服务需要他们自己做，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从谷歌来说，比如说谷歌这类型的通用搜索引擎来说，它就一定要做得浅，比如说谷歌也能搜机票，也能搜酒店，但是它就不会做这种，就比如说我去让你在我谷歌直接买票，当然谷歌后来有其他东西，但是它就肯定到现在为止，它也没说你在谷歌可以买某些机票，或者谷歌给你提供客服，你可以在我这退票，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通用搜索引擎，因为它要覆盖的范围太广了，所以它一定要是牺牲深度来换取这个广度。也就是说，你用户不管搜什么东西，在我这儿都能搜到，在谷歌都能搜到。那我们做 Web3 的搜索引擎也是，通用搜索引擎也是，就你不管搜什么，就你这个用户不管是做行业调研的这种资深用户，还是想炒币的用户，还是小白用户想上来学技术的，我们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这才行。但是我牺牲代价一定是我在每一块我不能自己做所有事儿。就通过搜索引擎，一定是预期对每个 use case 一定有非常好的开发者。那我只是连接这个开发者做的东西跟用户，相当于我弥补这个 gap。这个其实通过搜索引擎做的最核心的东西，就相当于是把非常多的开发者，的好用的内容跟非常多的用户，甚至门槛非常低的、质量非常低的用户，把他们连接起来。所以这是它的侧重点。如果是做这种通用模型的话，理论上它需要的一个开发成本是比较高的，是吗？对对，所以你看，谷歌这么大的团队，然后绝大部分大家都在做搜索这个产品，所以它里面你要拿的数据量可能也比垂类搜索引擎多几个量级。通用搜索引擎它跟我们以前不叫 AI，那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其实跟 NLP 技术或跟 AI 技术结合的非常紧，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算法去帮你自动的处理这些数据，因为这数据太大，你没法人去定规则。所以当然这也是最后为什么。就是其实从科技公司来说，谷歌在 AI 这块它的积累也很深的。但是现在 ChatGPT 跑得比谷歌更快。但是从我在谷歌的时候，我们10多年前，谷歌已经大量采用 AI 的算法去帮它处理数据，去预测用户的兴趣等等。那既然说到了是一个垂类的 Web 三赛道，我也看到一些Web 三的 GPT 啊，或者说是交互式对话。一般来讲，比较多采用的就是那种会有历史记录溯源的一些交互式对话的GPT 类型的那个 AI 会比较多。那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搜索引擎这样一个方式去做呢？然后同时你刚刚也提到，我们可能从链上的资产到那个行为，可能还有一些非链上的一些行为，比如说 Twitter 上的、社交媒体上的，或者是其他媒体上的行为，为什么要选择这些赛道和这些形式去聚合呢？明白，因为，说一点啊，就是 GPT 它本身是做大模型的，这个大模型是可以用到各个行业的。ChatGPT 本身也只是它出了一个产品之一，就是把大模型用在这种聊天的场景下，对吧？但是它可以帮你完成一些功能，但是它通过聊天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的。但是对用户来说，就是让它。你有个特定需求，让他帮你完成一个需求，比如说你跟他聊天，聊一些人文地理等等，是某一方面需求。但是大家还有一些人把它用到，就是比如说写 PPT，对吧？完成某个功能也是一个需求。然后，当然我们是瞄准我本身就是做搜索，这跟我背景也有相关。另外一个就是用户去寻找信息、寻找知识的这种需求，它永远不会消失的。就跟在今天，虽然说这种各类垂类 App 已经很多了。但是谷歌搜索引擎的用户量还是极大的，98%的互联网用户每个月还是在使用搜索引擎找信息的，而且整个互联网里面有个数据是68%的互联网的 traffic，今天为止还是被谷歌去导向的，谷歌去做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搜索这个需求，或者这个产品，它还是用户的一个强需求，但只不过是现在问题就在于。ChatGPT 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哦，原来你谷歌这种搜索方式、产品形态，就像谷歌现在就是说，你给我一个关键词，我给你出来可能匹配出来100万条这种网页相关网页，然后说你就去读吧，我就给你个列表去读吧。
大家忽然发现啊，原来这个方式已经这么过时了。原来 ChatGPT 这种你给我知识的这种方式，是我一个非常能接受的这种方式，或者是我能快速学习、快速找到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也就是说，基于这些点，就是说，搜索用户搜索信息或搜索知识，这个搜索的需求一直没有消失，而且非常强烈。但是谷歌这种搜索引擎，传统搜索引擎的产品形态，大家发现已经不好使了。下一代的搜索产品，就是说它既给你提供的信息既是准确的、实时的，而且是又是就是最符合你的需求的，然后而且你是最好的可以就是可以消化的、可以 digest 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个的原因。AI 纯聊天的方式一定要结合搜索引擎，才能够给到 Web 三用户更好的这种产品体验。而且在 Web 三用户需求有时候是很复杂或者很直接的，比如我要买个币，我可能要分析各种相关的信息，或者我用户需要去做个某个 action 驱动，就是任务驱动的。我的需求是有非常多复杂的这种逻辑在里面，我需要非常准确的信息去辅助我去做非常智能的决策的。所以你一定是给他的信息需要是准确的、实时的。你纯靠 GPT 跟他聊天就给你的，你做娱乐还行，做这种非常 serious 的决定的话，其实还是差一些。你还是要把GPT 变得可控，说白了，你给我的东西都是也是可靠的，并且我是自己能去校验、去查看的才行。你刚刚说到一些对于Adot 对于用户的一些用途啊，有里边提到一些链上资产的管理或者是链上资产的一些决策。那你可以现在稍微讲一下我们现在的用户画像大概是怎么样，或者他们的一些 experience 是怎么样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也稍微闲聊了几句啊，说到我刚刚从那个伊斯坦布尔回来，然后有很多的新用户对我们这个产品非常的 exciting。你可以讲一讲大概的一个用户体验会是怎么样的？OK，就是用户体验，因为 Web 三用户其实也是分群的，就大家也不是同一类用户画像。其实我们想了大致会有三种用户，第一个就是从用户的这种对 Web 三理解程度去分吧。就一类就是非常专业的用户，就他本身他对 Web 三已经在 Web 三沉浸很多年了，他每天有固定的模式，比如说我就是炒币用户，我每天就去看某些网站，或者就是 airdrop 就是去撸空头的用户，我每天就去看某些网站去看空头的信息。所以这种是目的性非常强，而且他们是非常专业的用户，这是一层。然后第二层就是他对 Web 三有些了解，然后他的但是他的目的性也没那么强烈，他可能需要跟踪 Web 三的，就是经常看看相关的信息，比如他就说白了，他 use case 会比较多一些，比如我也会看一些 Web 三上面的发的文章，也会看一些就是社区里面大家对新技术的讨论等等。其实这是一类，就是还是在 Web 三圈子里面，但是他有一定的认知，但是他的又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就我每天只干一件事的这种用户，所以这是第二类。然后第三类就是算是 Web 三的小白用户吧，或者说下一步要进入 Web 三的用户，就他们可能对 Web 三了解这个概念，可能你提 NFT 的概念他还知道一点，提币的概念他还知道点，你再提更深的，他就什么项目什么 ZK Sync 什么他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对 Web 三很感兴趣，或者要进入 Web 三，其实这种小白用户，其实我们针对的更像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用户，因为就是第二类用户，就是说，哎，我想了解，我想学学 ZK Sync 的这种信息，或者我想跟踪一下，比如说最近 Vitalik 买了什么 NFT，但我可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Vitalik 钱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但我这些概念我都知道，或者感兴趣的主题我是知道的。对，第三类可能就是他喜欢什么主题他也不知道，他刚进入 Web 三，他什么。就完全是一片迷茫，这些用户，所以其实对比，这个其实也是通用搜索引擎大家常做的一个策略，其实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其实我经常拿 Web 三跟2000年之前的互联网对比，其实2000年之前互联网是什么状态呢？因为我也大概经历过那个过程了，就那个时候状态也是，就是那时候有一批互联网的冲浪的 geek。就是他们知道，他们非常明确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比如我天天就去某个论坛去逛，或者我天天就去用我的一些编程工具等等去看一些编程的教程等等。就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他们是 geek，然后没有搜索引擎，他们也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有固定的行为模式。但是谷歌出来之后，谷歌就是为了服务那些，就是当然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对互联网冲浪也很感兴趣了，比如刚买互联网，刚买电脑或者刚上网。但他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完全迷茫。那时候很多人问：“哎，我上网应该干什么？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用？”所以谷歌的出现其实是弥补了这些人的需求。就大是众，而且那个时候，对，就是说白了，你来互联网之后，谷歌刚开始是雅虎，就这种聚合网站。最后大家发现，哎，原来谷歌比它
好使，我问什么东西，谷歌都能给我找到新的东西。所以谷歌其实满足这些用户，就是对在 Web 三就是大家期待的 next billion users。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要弥补这些用户跟开发者之间的需求，而且这用户侧，而且还有个非常像的 Web 三跟 Web 二的非常像的一点就是，今天 Web 三的 use case 也更多了，因为最开始大家都只看 DeFi，然后现在 Web 三的什么 Web 三社交、Web 三游戏、Web 三的这种创作者平台，甚至视频什么都有了。所以这就很像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就刚开始大家可能只用它来购物，然后后来只用它来看新闻，然后后来发现可以看博客、可以看视频、可以社交等等。所以，谷歌也说有一个定论，就是我的总结就是，如果当年的互联网只局限于某一类 use case，比如说只是用来做电商，或者是它的用户只是给那些 geek 用，然后谷歌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对，就是谷歌这个通用搜索引擎对整个的互联网是一点用都没有，它绝对不会成长到今天，一定是互联网 use case 多了，就开发者种类多了，用户更多了，就是而且用户的水平不是全是资深用户，而且慢慢的明朝白。下降之后，那搜索引擎才有它更大的价值。这个是对 Web 3其实也一样，这是今天状况非常像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生态的发展，用户的增多，然后我们就作对为对。一个桥接的桥梁，然后同时也是辅助一些用户，可能对于不同的链上的应用生态或者是一些资产进入一个深度的挖掘。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连接开发者跟用户，其实起到就这个作用。那您刚刚其实也就说到，我们的 Adot 其实对一些开发者也很友好，它可以直接接入到我们的 API，它可以做一些怎样的一些开发呢？开发者我们现在，当然这也是拿到这些开发者就是开发者的反馈，我们才得到这些需求。就是第一类是有些开发者他们会觉得，OK，你 Adot 做的这种。就是 AI 搜索引擎对 Web 3的很好用，相当于是甚至很多知识比谷歌搜索的更好，或者回答比谷歌回答的更让用户可接受，所以他们就说 OK，你的这个东西产品是不是除了给普通用户 To C 之外，是不是能 To B？就相当于把你的 API 开放出来，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某个用户，比如是某客户，我想做一个聊天机器人，我的聊天机器人，那我可能。就是在里面，除了接入我自己的功能，就用户问，比如说我是做链上数据分析的，这么说，用户问一些链上的数据，我自己可以回答的。但是对其他的问题，我可能我这个 GPT 就我这个 chatbot 就回答不好了，或者回答的不是很准确了。那我就结合 Adot 的这种 API，就相当于当我用户问链上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内容回答，我用我自己的页面或者表格回答。然后呢，当用户问其他东西我不知道的时候，那我就让 Adot 的这种 AI 去回答，就相当于直接接入我这个客户的这种 AI，相当于增强了他的 AI 的能力了。就你不管问他自己有的信息，还是问他自己没有的信息，他都可以回答了。这是一类需求。第二类需求其实也是最近刚知道的，就有些开发者需要知道用户。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要做要上要要发币的这种交易不是要发币的这种项目，或者是我要吸引一些用户。那我不知道这个币该发给谁。我如果是纯放空投，或者是就说白了，我不知道我的用户到底有真实用户，对我有价值用户到底在哪里。就除去羊毛党。对对，除去羊毛党，但是羊毛党也有用啊。但是如果我想吸引一些就持续可以对我有价值的用户，或者他们本身对这一类东西就感兴趣的用户，我给他们空投可能对我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好处。但是现在这种用户画像他们是没有的。对，所以他们就需要，因为通过搜索引擎，他们就知道，OK，哪些用户，比如说不一定知道他搜过什么，但是搜过他什么，如果用户愿意暴露出来，也可以，就比如说给用户发一些勋章，比如你经常搜，随便说，我经常搜 ZK 这个知识，那可能跟 ZK 相关的项目的人就可以，比如说空投给我，对吧？或者是我经常搜一些这种技术型的公司，那可能有一个基础设施的这种项目，他想发币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甚至某些用户专门，比如说你就是个项目，就叫 ABCD，然后用户就已经看了很多关于你相关的 ABCD，就他经常会看你的东西。那其实他本身就是我天然应该空投的一个用户，对，所以他们其实希望通过用户的这种自然行为，就是搜索啊或者找信息，他的这种交互行为，知道。啊，到底我这个项目哪些用户是我的真实的这种应该去关注的用户，甚至是这是一方面，甚至是另一方面，比如我的社区可能已经有好几万人了，很大了，但是我还是需要给我的用户去做一个分层。那到底哪些用户天天看我，或者我发一些
我发一些，就比如说奖励措施，让用户去 learn to earn，就想学一些东西，关于我项目的东西，哪些用户愿意去搜，愿意去看，其实这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完成的。说白了就是项目方了解用户那一层，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这完成的。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它是从一个生态的自上往下的一个体系。就像你刚刚说的，在 Web3 里边有较多的项目，它最后可能会走一个资产代币化经济模型。那现在的一些 product launch 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偏向于 general 的 to C 的一个操作 marketing 的手段。那这样子通过我们可能是对咱们在里边的用户打一个标签，然后数据追踪，再共享给我们有需求的一个 B 方，然后 B 方再根据这个数据清洗的结果之后做一个classify 或者说是定义的标签，然后再进行他们针对性的做一个营销的手段。这个我觉得对对，对项目方来说，尤其是对于有这些预期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比较大的社群难以管理的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的手段。我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这个产品为什么叫 Adult？哦，这个，对，这个其实两方面啊，就是其实说白了一个比较直接的方面，就是我们刚开始注册了一个比较顶级的域名，就叫 A.site。A 点 site 就是 A dot site，大家不都叫 dot com 嘛？我们但是 A dot site 是一个非常好记的域名，非常点击域名。所以这个后来我们想这个企业的名字的时候就想到 A dot 这个点。然后 A dot 这个点的是意含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连接用户跟开发者嘛，其实我们希望我们就是那个中间的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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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就是那个连接点。然后 A 就是知道第一个嘛，就是我们希望是用户进入 Web 3的第一个入口，或者说连接这个开发者和用户的那个桥梁，就是那条线，就是那个最开始的那条线。很多人是觉得 AI 和 Web 3其实没有特别需要结合的点啊。然后后来当那个 GPT-4 出来之后，有一些项目或者说是一些生态吧，他自己可能就推出了刚刚说了他自己的垂类的一个那个 GP。那我们这一块是为什么会选到说到这个 Web 3项目里边做一个 AI 式的一个搜索引擎？这其实是在整个赛道里边项目方的选择来说是很少的一个方向。用户有搜索需求，而且搜索是很挣钱的。就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啊，就是所有互联网挣钱的最多是广告嘛，广告商业模式。整个互联网广告行业，谷歌是第一大赢家，谷歌的市场份额占28.4%，就是互联网广告里面有1/4以上都是被谷歌赚取了。也就是说，这个行业有钱，这个行业有用户需求有钱，而且现在又到了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的时间点，所以那就 why not？为什么不做一些尝试？这是一个，对，然后另外一个做 Web 3，对，就是做 Web 3，就是 AI 加是在 AI 加搜索这个东西，也在于从我的认知层面，其实我思考的更远一些，就是在 AI 时代，整个互联网整个生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我是做了这些判断的。我是觉得在 AI 时代，人类互联网那一层已经没有什么太多价值了。因为你像让人写一篇文章，你的效率永远不及 ChatGPT。ChatGPT 可以实时帮你写出1万篇文章，个性化的文章。所以这块人类数据，就是人类数据，就或者人写的文章那些数据吧，它的价值会慢慢变小。但是哪一类数据会价值会变高呢？就是机器数据。那你怎么看未来 AI 和 Web 3的走向？AI 跟 Web 3，它俩不是就是是两个。错开的这种概念，就是因为 AI 更像是一个工具嘛，这个工具可以赋能到任何产品里面去。Web 3它是一个生态，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是有非常好的可以弥补，就是互相去弥补的地方。说白了，它能从底层去跟 AI 去把帮 AI 做一些增强，或帮 AI 能力去做一些增强。比如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是一个生态。那 Web 3的这种经济模型，这种生态里面，经济模型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激励这种 AI 的工具，去为工具去提供一些经济模型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数据层面，我觉得 AI 的 blockchain 本身它就是它的数据就是质量很高的，或者是就即使 Web 3数据它也是质量很高的，然后并且是 structured 的这种数据。所以它其实从我们创立 Adot 的第一天，其实我就跟投资人说，那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我就说在 Web 3的数据里面，AI 一定是我们那时候叫 NLP 技术一定有更好的发育空间。因为它数据虽然少，比 Web 2来说少，但数据更精，而且它的结构化做得更好。非常感谢我参加这次 Anita 的 Web 3之旅的对谈。
以上内容仅为我们的专访内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那也欢迎下次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可以多多去关注我的这个项目 ADOT， 因为它现在还在一个测试阶段，可能还需要去联系一下我们的项目方，给一点邀请码。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有兴趣，也欢迎在我们的视频下面留言。好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